2018新北创科月西雅区想制造 Maker 挑战比赛，将邀请100多位的学生报名参加。有的学生希望得奖，嘛学生抱着来观摩学习的精神，希望会使有更加侪创意。三中高中今年组队报名参加2018新北创科月西雅区想制造 Maker 挑战赛。比赛进行伫老师协助下，决定以家己制作只娃娃机来挑战。赛前大概怎么样去做准备？先割好木板，然后先画，大概就是画在笔记本上面，直接画完，然后开始对照。团队合作，有的时候就是处理那个处理这个，然后有时候就会错乱。这场 Maker 挑战赛，也可以看到各校的创客教育成果。参加的学生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款难得的机会，观摩其他学校的创意和作品。就是自己实际做一次啊，然后就学一些那个经验之类的，然后可以观摩一下其他队的制作方式之类的。5月25号以及26号两天，新北市教育局阁会伫个板桥的435叶文特区举办创客样冒险乐园。到时阵民众有机会看到这摆 Maker 挑战赛得奖作品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、罗州采访报道。